各位朋友，晚上好，你们还好吗？今天呢，想为大家推荐，就是我最近梳理的一本教程吧，不能叫做书，叫教程。做这本教程的初衷呢，是因为刚好8月份的时候，有一位朋友从美国来到中国向我学习茶文化，刚好是借这个机会就梳理了这些很零碎的知识。其实，在很早之前，那也有很多朋友说，哎，你怎么不写一本英文的书？这样子，包括我的师兄也说，你写书啊，这样子，我们帮你出版这样。那因为其实自己很懒，但是，我觉得这是一个开始，我称它为茶艺英语初级，但事实上它的那个。英语的话，确实是需要有一定的基础才可以。只是说它的茶学方面的知识是比较简单。我设计了10大场景，分别是通过对话的方式来为大家分享很多不同茶类、6大茶类和普洱茶的工艺、产地，还有它的冲泡方法，还有特点，是相对来说比较生活化的、比较场景化的。然后。知识其实很简单，这类的知识，那但是是英语的话会比较难一点，这样子的话就需要大家多花一点时间反复的听，因为我们有录制了音频，通过反复的听，你就可以听到，通过反复的听呢，你就可以就是不断的练习，然后达到它的一个目的。目前也有一些朋友，他收到了之后，他觉得哎还不错。只是可能因为我比较马虎，I'm very careless，所以呢，就有一些可能小错误，那还希望大家多多的支持，多提一些意见，共同来改进它。